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ll。好 ，Bell 你好。那我们先来简单自我介绍好了。好，我是 Bell。然后今天真的很开心看到那么多人来，因为我也很久没有表演，所以真的很开心。好，那 Bell， 你今天来到这里，你有什么话？就是你有什么特别的人有来吗？让你想要对他讲什么话？我的男朋友来，然后我哥哥跟他女朋友有来，然后我爸爸妈妈也有来。虽然我刚开始跟他们说，这个活动应该只有大学生会来吧，然后可是后来觉得说我之后要出国了，然后如果他们能够之后也很少有机会可以看我表演，所以他们来我还是刚开始心里有一点纠结，但是我还是很开心他们有来。不会啦，你不用担心，在场应该有个很多出社会人士有来到我们现场支持我们，各位出社会的人士帮我们尖叫一下好不好？谢谢各位出社会的辛苦人。好，那这你就不用担心爸爸妈妈问题了。那我讲个比较实际的好了，你的奖金会用在，如果你赢了，你的奖金要用在哪里？对，虽然我等一下第一首歌是唱一首极度奢华，然后超炫富的歌，但其实我最近还蛮穷困的，所以我真的还蛮想要赢的。然后我也不确定会再用在哪里，可能去领个认领图回来，我还不确定，对吧？好，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。好，那我们就希望你能够顺利得奖，然后也期待你的演出啦。耶，谢谢。参加奖，没有开玩笑。